我把我的微信号码就给你啊，快出给啊，快出给啊，你没出给了，没出给就没搞忘记，我帮你帮他这样，你都不会，你会啊，那么就快点，快点就走就好，快点搞出给啊。来，快点出给啊！九班，九班哦，九班弄给给啊！不然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让摩托车送上去，不可以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加油！啊，好好好，老板你妹，快点到了，老板你在了吧？看电视，我弄看电视来。看电视啊！我看心情的呢，我无懂，看你是我看心情的啊！出发，来我来我你了，我喊了八百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五百。啊，这是偌济？五百。阿啥？五百五。小平跑去是去现场还是聊天？没啥。噔噔噔。谁？嗯。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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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我今天要五万个订阅，来，还剩，还剩大概，我想现在大概剩40个吧，剩40个订阅就到五万个了。你们线上的各位还没订阅的话，快点快点！我今天去讲三天了，说我要五万，我要五万，已经讲第三天了，啊，讲第二天了。你订阅，赶快帮我订阅下去，我订五万以后就不会差你了，赶快帮我订阅下去。来，陈大明，陈大明，小平在现场，四九。用的啦，无真正像五只。系啊，而且个。有诶六只吧。啊，真正的倒啊。五只。啊，剩咱咧尔，系啊。啊？你不要拿一百给我找，我没有钱可以找，你就20块给我就好。你讲哦。啊。你讲啥？好啦，要卖啊。哎，来来表演啊！来啊，进来啊！这下鲑鱼头哟，来啊，吃一尾就三个哦，进来进来，来哦，下尾刷好晒，进来进来。头家讲一尾是卖什么？头家要挂洞房。真早啊！挂进房啊，挂洞房，今日无挂洞房，无代表。老尾啊！20那个自己拿了，20自己到，一百，够啊，
够吧。几把？订阅就好了，手上可以订阅就好，不要再买新手机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，亚平这样就可以了。金木炉，每一台火药味都很，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火药味都很重。小扛一把，小扛啊，不是小扛啊，别听错，小扛一把，几？一把，一把。两尾，两尾啊，小扛哦，小扛，两尾，加满，来小扛一把。小干一百，这几百块一公斤了嘞。今日凊彩了，反正来小干一百，小干一百。今日头，反正头家买了，无差了。今日，够无？来。啊？没有。你要三尾啥？五百。三尾五百。烧小干一百。你出价就卖啊？不是暗时才有你款的啊吼，啊这小干。都在搞这活动，都在搞。没有。一百块。来五百块。
在不会，在不会啦，在不会，意思是叫你，不做啥太久啦，在不会啦，系啊，不做啥，对啊，叫你在不会。阿五八，五八，四还在啊？对呢，不要分啦，我给你买啦。好了好了，非常合理。哪个人？你看我走回头又来买到。哇，走的不归路了。哪个人？对，买了，提不了，又回头又买过。哪个人？给，就是这个。全部给你的。没有。我准备几个？好的，走。我把我车子放在你后啊。来。我爸，你没叫来买几块？这个叫人弄的。啊，这位啦，这位啦，这位。我爸。啊，哎呦，你还录影呢？啊，是吗？对啊。你一位卖两百呢？真的？不要，那你拿这个猜拳呢？是这些啊？啊，对。哎，你现在可以卖多少？啊，这个是多少？可以。啊。你好回去了，600。我明天再去你好回去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有台，没有台，我一不回去了，免台啦。我一不回去了，我已经买很多了。我们家的借你听啊，好啊，真的啦，哎呀，我买的这个都是一张金的，好不好？这箱这箱一块零的了。剩这两盘，就像一万零来了。快点，他拿塑胶袋给你包的。是不是今天摆公五百啦？五百呢？什么鱼？哈，那个什么鱼？乌鱼啊，鲤鱼啊。鲤鱼啦。够钱吗？够多少钱？你用清蒸就好了。用清蒸的，这么大一只。一只多少？一只两百。一只两百啦，全部去五百给。五百给你呀。对呀。给你搞几两的。全部都要去五百给你，够吧够吧，好吧，不要不要，没有，那不然你问我这个嘛，这个不要问，我问这个，不要好啊，来，分不下去不要了，那你买一条就好了啦，哎，姐讲哎，你一个多四样要啦，还会不啊？好，我讲话，哎呀不要。一车了，你看看。一车，我等一下帮你载。我有货车。那再补，那再补一车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有货车了，帮你载。哎，你要再看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要买那么多，也没有赠送什么，不想买了。有啊，我等一下把它送给你。呀、啊。没你，没你做好了，没你赠送有什么？你人家别的地方去了。这个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啦。你要什么？只剩下这些。还有十八秒。啊？十八秒。对，十班，然后五班。啊，我不知道你。争取600给你的。今天应该会啦。我不在你眼前讲了，已经讲两次了，不要再讲。他们在那讲不来啊，肯定是可以，太贵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讲不讲上有证呀？我当然你也不一定介意啊，但系卖钱冇去。隔雨水耶。三。三。几两？再来一碗。一只。赠送呀。赠送，我把它送你啊！送他不做的还会赚钱的。那么，那你要什么？就剩下这量子而已，没有了。应该可以先问下。你可以下。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OK OK 啊。Thank you。好了好了。上上上上上。啊，对，拜拜。梁小姐早，哎，现在才出现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没关系啊，你要都是散的啦。那个，我刚才今天讲最后一次哦，还没订阅的赶快哈。最多少？哎呦，600，我买了，全部给你。但是我不会杀你，帮我一下。你给他撒娇了，看他有没有办法。猪头给牛了，猪头给牛了。哎，哦，帮我杀一下。哎呦，我也不会杀的，我只会，我会卖这个。猪头给牛了，猪给他猪猪头给牛的杀。只有你有，他佛系来的，因为他赶着回去那个进榜了。哦，对。还没订阅的看最后这，这个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等一下他要杀十班，等下龙王要杀十班。好，加油。
来不及啊，大家有一点时间。拢被讲翻。看一下这摊会卖出去。嘿，家己煮散。卖出去的话，我再收好了。煮散，煮散无多。不会吧？不会卖出去，我不会卖出去。这一摊会不会卖出去？看样子，不等了。不等的话，我就倒数喽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剩一半尔，无啊。礼拜嘛有。礼拜嘛有。礼拜嘛有。对，礼拜嘛有。富贵鱼啊。你礼拜才嘛有啊？有啊。富贵鱼，富贵鱼。啊，你啊，富贵鱼。最近刚改，最近今礼拜刚开始的。这个海鱼啊。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好吃呢，是吃。啊，不等于。富贵，富贵，大富大贵，大富大贵的富贵。叫叫哪个家伙？没有老等来过年，等冬天。啊，不管了，我倒数了，五，快点，我准备要收了。四，快点呐，快点！没订阅的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还没订阅哦，我知道你哦，就是你对，你把手机拿正。聊天室关掉，右边订阅，小铃铛全部打开。三，对了，哎，明仔载，明仔载就被投降啊。对啊，被投降。火跳墙，羊肉卤，牛肉卤，等等的，等等的。讲了，第三讲了。这个 Queen Queen 啊 ，Queen Queen 啊 ，Queen Queen。啊。你要看鲨鱼哦，好多，我不让你订，你不准订，你不准订阅。我靠，你们要看鲨鱼吗？我给讲这什么？蝴蝶鱼啊，对吧？蝴蝶鱼啊，拢是五百的，拢是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尔啦。啊，阿姨，那小五块小块钱啊？这个石斑不好杀。拢是五百，你先到冬天，到过年，会出，肯定出来啦。会定的哈，不要让我知道哈。你有会定的，不要给我知道哈。会定的哈，被我知道我就封锁你。我那边叫警察来抬啦。好啦，我直接封锁你。阿妈在抬呀，透死人，阿妈在抬伊啊。这样比较快哈 ，Jerry。来老板娘，来客服中心嘞。这样比较快啊哈，你直接帮我推定，然后直接封锁你就 OK 了。客服中心嘞，来这搬过来。拜托的嘿啊。哎，我讲你真正是，对啊，没有很干脆。你看你有没有开心？你透视人冇得睇伊啊！不要太烦。你讲睇伊啊？你在聊天室跟我呛呛，好，我不会客气的。你讲伊啊？你在这边跟我呛呛有什么意思？你再去开一个新的账号。好了，封锁明年会解开了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我是包不要被两年后就明年，我明年再解开。哎呀，都被爆炒的动了，好了。我叫你上班拍摄，阿未记。啊，你炒的乜就蛋亏啊啦，你那些奇怪啦，乜就蛋亏啊啦。年货锅品没有，那么年货应该就是佛跳墙那个羊肉炉那些东西。有。人多，这个天时是热的哦。天时。跳起来，啊，无就到个半年。哦。我讲啊，我都不爱当你，你这把陷阱那么多吼。哎。不要去。有啦，我尽量去了解一下。啊，对呀，心情细
哦，对，找对了呀。哎，对了，爷爷。就是老板五百那一个。哎。那个刚才那个掉手机的小姐，掉手机的那位小姐，有人帮你把手机捡起来了哦。掉手机的那位小姐，有人帮你手机捡起来了。还有保管，还有保管，好像是隔壁，隔壁的店面。哎，你猜是啥？你叫我吧。我按的，你刚才按我走。那个绝旅员二，你有没有退订啊？你以后可以不用来看我的频道了，我没有很勉强你哦。无啊无啊，啊？无啊无啊，那就不要在频道威胁我，没有用的。你威胁我，我会直接把你封掉。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凶的那种游戏频道，他就是那种。你再来，不不，伊阿叫我，我手机一等你，我就闹了。没来，没事，收好心，这个是家己有去来。哦。我前两下是小姐。你说你的朋友开始挂两个，你比赛台一样。杨小姐，等一下，我问她一下。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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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杨小姐，她有你刚好听到，差不多得安尼啊。去拜拜。没有，就是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你为什么要威胁我？我又没怎么样。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不是对方就是这样子啊。炸的没带那个。我冇睇。发神经网。哎，出头皮啊！欸，我准备要关了，你再，我准备要关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够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倒数三、二、一，我真的关了哦。好了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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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应该。太聪明了。